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交易人生，我是高维旭。这一波行情我们带会员是这样操作的。9月2号公开跟您报告，望红是第二次的买点，这个位置跌下来没有人敢进场布局，可是如果你懂得动态筹码，我们带会员这样做的，这边介入在9月19号9月20号提醒你们行情望红，请你要华丽的转身。9月2号试价买进望红，买完之后差一档亮灯涨停板。9月19号带会员试价获利出清，赚了 9%。 我们赚了这 9% 之后，我们带会员等待了14天。等待了14天，因为我认为望红没有机会再创新高了。这14天里面，我带会员在做另外一档股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望红没有再创新高。我们带会员在第14天的时候空手14天，这个资金空出来14天之后，我们带会员买进这张股票花琴，花琴创了新高。其实我也公开跟投资朋友做说明了，持续看好花琴。10月14号带会员买进，在这个位置买进华勤，隔一天亮灯涨停板，到目前为止还在高档，我买的价钱在73块。这是我们带会员实际上的操作，真枪实弹的。我们带会员不会每天进场去买股票，但是我会在一个合理的时间点做一个合理的出手。没有机会的，就如同我侧标写的一样，没有机会的我们卖掉不会创新高的股票望红，我们买进有机会的股票华勤创新高。这一来一回在9月份 9%， 然后转买华勤又超过一成的空间，9月份 19% 将近 20% 的投报率。这是我们会员真枪实弹操作的，包含康控也是一样。投资朋友，平台整理人看好，10月21号电话连线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讲，在这更早之前在9月11号我已经说过这是第二次买点。康控当时买在哪里？9月11号 ,173 元。投资朋友看一下康控有没有在逛，有没有创新高，有 ,173 元今天。还有196元，盘中还到200元。包含了低档的股票鸿海，大家不敢买，现在大家很热，可是我当时我已经事先跟投资朋友报告了，外资力道将会降低，鸿海具有投资机会。8月20号带会员买进鸿海 72.7， 8月26号打下来，大家会害怕。26号打下来，大家会害怕，这是买点不是卖点。所以我们带会员做什么动作？8月26号试价买进鸿海 71.8， 打完之后上去下又再打一次下来，这个也不是卖点是买点，我相信我讲的都很清楚，你也很认同，可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赚到钱。我们当时还在做这件事情，10月1号我们试价加码第二笔，看对了股票，我们的试价加码第二笔 72.5 元，在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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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在这里，好，总比你买在这里好，总比你买在这里好。这是我带会员真枪实弹 的交易啊，带会员这样做的。这个也上去了，亚光啊，这一段盘整下来，我从来没跟投资朋友说我看坏它，它今天也慢慢的出现表态了，涨 3.45%、啊、这些都是我会员手中的持股啊。投资朋友，行情目前在这个相对的位置啊，美股道琼利多的反应越来越小，你必须要留意随时都会行情路况突然的往下，你的个股操作的难度其实是一直在升高的。如果你在这段行情里面你没有办法赚到钱，你没有办法赚到钱，甚至你还在赔钱套牢的情况的投资朋友，其实在这个位阶我建议投资朋友你就
不要做股票交易，休息吧，因为现在难度非常的难。现在非常难度怎么样？我相信这段行情很多大多数的投资朋友，也不能说大多数，我相信一定有一半的投资朋友，这段行情是没赚到钱的。你的手中的股票甚至还在套牢的阶段，或是深度套牢。太大跌，像这种股票都是啊。太要，行情路况这个位阶，如果你真的做不顺，请你做一件事情，退场休息，退场休息。我是高伟徐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获利满满，身体健康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